那里打开之后，把水壶拿出，废水壶拿出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销，你打开，然后往这个把这块板往下面拉出来，再拿出来，拿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个螺丝松了，然后这个螺丝松了，把这个拧掉，这个拔掉，然后拿下来。然后用自来水对着这个粉桶，直接对着它冲，把它清洗一下，这里面有很多咖啡粉源了，清洗一下就行，就这样冲，然后把里面的咖啡粉冲干净，冲干净之后呢，冲干净之后呢，找点纸巾，就把这单独的这一块擦干就好了，就这个落粉桶擦干，其他的话都不需要。